28日，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、播音员、主持人资格考试报名开始。中国播音主持网微博还特意艾特 TFBOYS 王源，提醒他别忘报名。去年王源参加央视中秋晚会直播，在接受主持人鲁健的采访时，聊起王源在伯克利求学的经历，以及王源现在有多重身份：歌手王源、演员王源、音乐人王源、作家王源。之后被鲁健调侃：“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主持人王源，准备什么时候进央视主持？第一个退的就是他本人。”王源听到此话后连连摆手，并表示：“我没有主持人证。”回答得非常可爱，也很高情商。当时中国播音主持网就表示，以为王源准备好了全套材料，请他2021年报考。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：“哈哈，有一种执着叫官方催王源考主持人证，一年不被催几次考证都不算完整了。”可能王源会说话、情商高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。